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勇冠前朝》，我是勇哥黄永文。今天4月22号，礼拜一，台股大跌115点，该怎么看？跟大家仔细分析。各位，开高以后走在相对性的低点，盘中呢最高涨168点，最低跌131点，来回震荡非常非常大。我跟你说，震荡非常大，已经跟你分享过非常多次了。所以台股来讲话，进入收敛整理格局，各位。加权指数深夜收敛格局，说到上周跌幅千点后，但是融资减肥只有36亿元。这边稍微看一下，如果能够持续减肥多的话，反弹的机会比较大。促成加权指数尚未回稳的观察季线是否成为台股短线的止稳？比如说在这地方，季线往上走的时候，这边没有止稳的空间，这边稍微观察一下。所以我其实我跟你讲非常多次，其实在整个大盘的整理格局之间，它会回档修正整理格局。各位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讲过什么？在17000点到涨到20000多点之间，这个地方都没有回档修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好，在17000的时候，我跟你说做多，各位三点不破低的时候做多往上涨的时候，各位在这个3000多点的行情里面几乎都没有回档。这一次靠的中东危机跟台积电法说会不如预期之下，它回档修正整理，避免一个人武林的话持续创新高。我知道外资把它喊得非常非常高，但是呢，其实个股涨多了，它会回档修正整理，这非常重要。所以你要相信老师，它毕竟会回档修正整理，整理到哪里呢？我们稍微看一下，也就是说，譬如说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有像一台车在前进过程之中，它会往前前进，它什么时候会buck谷？buck谷的时候它必须要停一下，停以后才会做buck谷。那其实股价的表现也是一样，它在上涨过程之中它稍微停一下，然后buck谷才会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这就是转折定律，跟大家持续的追踪。好，那新台币呢？各位发散格局，我跟你说过，受到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加上台积电法说会失灵，加上中央银行也抛出9亿美元逐贬，创下第九大纪录，也是攻破了我们杨金龙央行的一个防线32.5元。所以各位，它这个发散格局，我没有跟你说过央行要来守，结果央行守了，可是没有办法，还是因为资金上非常非常多，会不会未来回撤那个关键点位？我后来回撤这33块有没有机会？稍微观察一下。所以讲话，台币还是非常的弱势，弱势之下外资有没有汇出，都大概都一目了然。其实我跟你讲非常多次，台股的话，这个台币贬值的话，外资可能有机会做一个卖出动作，做汇出的动作。所以我跟你讲非常清楚，整个行情来讲，台股呢往下做回档的一个收敛整理格局，台币呢就一个发散格局就发散上去了。所以来讲话，整个来讲话对应的没有错，我跟你讲的非常有道理。那基本上你还记得吗？我上次跟你讲说，水电抢攻台股大行情，我把它开来，水利的水资源标股叫做旭朗，我跟你说过4556，我跟你讲好几天没有错，欢迎来电洽询神秘电力标股九鼎电力。跟你分享的时候持续买的话，今天卖掉还是赚钱的，那旭朗也是赚钱的。所以来讲话，各位如果你当时有来拿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标股你都可以享受到。我跟你说过，你要借来拿，这是时机财，当时机对的时候它涨得非常非常快。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九鼎电力呢，我什么时候跟你分享的？4月16号跟你分享九鼎电力向上。 OK， 好，那么来讲话，九鼎电力什么很早之前就分享过，4588的时候在涨了 3.36%。 我们看一下，虽然它今天的跌幅比较大，可是我跟你分享完，在这边分享完以后它还是有上涨。我曾经跟你分享过，你要懂得自己会卖，我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公开分享卖出，这是金管会规定的，不能带不认识的会员朋友带进带出，所以基本上来讲你要自己会卖出。跟你分享的时候，在这边它往上涨的时候涨到142.5，说你卖掉的时候其实你应该都是有赚的。所以来讲话，各位我跟你分享的股票很多都是标股，所以你要把握每次的机会。好，那你还记得吗？其实我那时候跟你说过，社会智慧电表需求大增，有利营收成长，当时候是水利的一个标股。那么来讲话，各位你还记得吗？还有一档股票叫做旭朗。 OK，
4556 ，OK， 4月18号之后，社会半导体客户纯水持续出货，加上再生水使用范围扩大，有助于成长。跟你分享完以后涨停板，隔天呢，各位还是涨停板。OK， 直接创下近期的新高，今天还是过高。我当时我跟你说过，受到水利署计划于2026年新建11座再生水厂目标，公司获得桥头再生水厂订单，能进入到第二季。所以我跟你分享完以后，其实啊创下近期的新高。我看一下4556。好，各位还创下近期的新高，分享完以后，各位创下近期的新高。所以来讲话，各位每个股票来讲话，还是都是有机会微幅的成为一个飙涨股。所以来讲话，能够创下近期的新高，稍微注意一下未来有没有机会在拉回的时候。毕竟来讲话，今年可能是缺水缺电的元年，但是来讲话，我们还是要谢谢台电能源对我们的国家的一个贡献跟付出。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当时我跟你说过，各位史上最低基期不拿哪可惜，经济科第二，翻转20000机会难得。这支股票是比较低基期，但是呢各位你不要太早去做一个进入动作，你要先观察。我当时跟你说过经济科吗？32283228那间跌停没有错，可是我在低档的时候我跟你说过，我在91块这边发现它的时候，各位它在底部盘整了大概2个多月，所以低档低基期不是说各位马上去买进，应该要观察它后来的发散格局的时候，这段去做就看它就可以了，否则它前面的盘整期你会受不了。所以我跟你讲的非常多次，低档低基期你必须要等到简讯通知，或者是等到它发散格局准备要往上发散的时候你再做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在前面的狭幅的震荡整理格局，你不要震得非常久，震到哪里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主力要做价的时候，自然就会上去了。所以我讲的非常清楚，你必须要简讯通知，你来拿没有错，很谢谢你来拿这个股票，真的是低档低基期，但是呢，你不要太早去进场。我跟你分享过，经济科91块发现它的时候，它进了盘了大概两个月后，它才发动。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如果你是属于一个比较沉稳的投资朋友，不喜欢等待投资朋友。喜欢等待投资朋友的话，可能低档低基期你可以逢低去买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否则就是说你是属于一个比较急性子的投资朋友，在一个股票还没发动之前，你会稍微等待一下，到后来如果它真的是发散格局之后，你再去买的时候，其实这一段你可以赚得比较快乐，也比较快享受到一个叫发散格局的股票，也就是飙股的乐趣，这非常重要。 OK， 好，再说低档低基期第二，如果来拿的时候，其实这档股票也是在低档没有错，超低价格等你来发掘没有错，也是属于一个刚刚跟你分享过的低档低基期，必须要等到它整个线型完成。什么叫线型完成？我形容给你看，一条线由上往下的时候，它会线型完成的时候，它慢慢慢慢慢慢爬上去以后，做个收敛完以后，转折出现了一个微笑转折，它才会发生格局。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不要太早进场。低档的没有错，你会觉得它是低档，真是历史低档了，但是你也不要太早去进场，除非你是一个非常很稳定的投资朋友，你宁愿可以在低档的时候等到它买进完以后震荡你就没有关系，那就无所谓。那否则的话，如果你是属于急性子的投资朋友，想要获利投资朋友的话，你千万要后面这一段再来买就好了，因为它后面来讲话，它涨幅一直涨一直涨，其实你都感受到它股票的一个趋势在改变，这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提醒一下，你听我节目，你喜欢低档低基期你来拿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必须要知道说不要太早进场，除非是你是可以非常守稳的投资朋友，因为20000点以后还有低档的股票应该不多了。所以我找给你股票的时候是这个地方的股票没有错，可是它盘到哪里市场决定，基本上讲不是我说了算，它不会盘到说我说了它就会涨上去，没有，一定是它主力法人外资筹码把筹码洗干净完以后，它才有机会做一个下一波的趋势上涨，否则的话你太早进场很容易在这个地方震荡格局的时候，你可能震到头都晕的，它怎么都没有动，那没有动关系来讲话，你会觉得说你的股票是不准的，其实没有，它需要时间的等待，等待完以后它自然就会发散格局。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不要太早进场，除非你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投资朋友，也就是说在低档的时候你可以逢低下去买进，然后慢慢的震荡震荡震荡，等到线走平的时候空翻多的时候，也就是说这其实来讲
如果以经济课来讲的话，它从高档下来的时候，各位，它一直跌，一直跌，跌到91是历史新低的，应该看得非常清楚。以右重型的股票也是非常多，说在上涨过程中，它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跌到这边呢，没有在低点的，那你就知道说，出现低点。但是呢，这叫做空方结束了，结束完以后，它会进入一个盘整期，股票不分就是涨跌盘。涨跌盘，那涨势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老师是好标哦，妖股没有错，我跟你说，它是非常非常标，它之前的标股，但是呢，它要经过盘整而来，盘整完以后，各位，它需要从空头结束完以后，进入一个盘整期，它才会做一个涨升的幅度，这就是一个涨跌盘的定义。也就是说，股票是有定义的，在定义方面去找到你要的答案，自然的它就有机会成为飙涨股的一个特色，跟大家持续的追踪。所以各位，欢迎加我们的 Light， 各位第一手标股将与你分享。虽然讲话你会觉得说，现在老师标股比较没那么多，没有错。现在来讲话，大盘正在做拉回，拉回的话，很多高价股都在拉回。那拉回该怎么看？其实你知道说，它就会等到它转折结束的时候，你再做进场的话会比较安全点，跟大家持续的追踪。所以当时我跟你说过，还有记得吗？华晨。在我们去年8月20号跟你说华晨一路向上 ，OK， 7月14号华晨最低的时候在180几元 ，OK， 跟你分享完了。我想这节目来讲，很早就跟你分享华晨的 ，OK， 重电题材多，华晨亚力公司多 ，OK， 大家讲话市电市电中心电亚力华晨，我都介绍给你这三档四档股票，真的非常非常强。那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叫你来拿，各位。华晨、市电、亚力，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什么话吗？还记得吗？不要等到它跌下来，你才跟我拿我的目标价，我都有公开分享送给你，非常重要。所以华晨今天来讲话不如预期往下跌了，各位，其实我都有提前跟你分析的，各位，在这段时间来讲话，我就跟你说，华晨在这里，你既然来找我，目标价在这边，我都可以公开目标在那里。如果来到的时候，你就赶快先行的出脱，或者是先行的获利了结，非常重要。毕竟来讲的话，华晨我觉得还是在历史的一个高点位，不知道是不是历史高点，但是也就是说它确定于比较一个高位阶。那高位阶的话，其实你来拿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避开一下今天的一个小小的跌幅。我们看一下亚力也是一样的意思。其实我分享给你的资料很重要，我就叫你来拿。如果你有兴趣来拿的时候，稍微你就知道说，还是回档的时候在哪里可以买进，或者显得非常清楚。当然讲话，其实我就是免费送给你的。如果你喜欢的话，其实就送给你。为什么？因为我有义务跟我的一个小小的责任，就是说，在我喊上去过程之中，其实我跟你说过，这个地方来讲话有一个小小的目标价。当你的目标价知道说多少的时候，你最起码听我节目有获利的时候，你要记得会卖者才是老师比较好的老师，跟你分享过了。毕竟股票有涨有跌，在涨升过程之中，大家都赚得非常开心。但是呢，你要做一个获利了结的时候，或者是你还在期待它的高点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卖的时候，其实你来拿资料。重电的热门股，其实来讲话，让你可以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做参考。我跟你说分享的非常多股票，没有错。我就跟你说过，会卖的才是一个好老师。那我们先进广告一下，谢谢各位。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迈向20000点新时代，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惊喜专线02-8511-3366，8511-3366。这条路是孤独的，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静心思考，20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鼎业投顾全心照顾，02-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您还可以这么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而且免费。改变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分享几个概念，各位看这边，各位危机入市，未来有大利润的股票，请你要把握每次的机会。但是来讲话，各位，我跟你分享很多股票，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各位，华城市电雅力，你可以直接加我们的 Light， 各位，加入我们 Light 好友，将会有第一手消息分享。如果是不知道怎么操作，人家加我们 Light， 我会跟你分享给你，我会跟你分享说该怎么操作，非常重要。基本上想，我知道现在大家可能会对这个盘势会觉得彷徨不定，但是我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一个股票在往上冲的时候或往下跌的时候，记得它会有一个中间的停断期，那个就是一个转折。往上的时候就是趋势往上走，往下的时候它就会趋势往下走，这样子的话区分就非常清楚。所以各位，当然你有机电世雄、银商机，当时你有市电、中兴电、雅力、华城这些股票，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时候，你欢迎来找我，非常重要。其实我跟你分享都很多的股票，其实都是近期的一个飙涨股，没有错。我跟你分享股票几乎都是飙涨股，否则你看像，譬如说电信电缆类也是一样，之前的飙涨股。我们稍微看一下这边。好，那我要为台电讲句话，说哎，区域停电不是缺电，那没有错，很多人投入了配电的抢修作业，其实对台电员工是蛮辛苦的。我认为来讲的话，台电工要爬上爬下，然后他们只要有缺电的时候，大家都很不开心。因为来讲的话，你如果夏天的时候没有冷气，大家都很不开心，没有错，他是蛮辛苦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国家的台电，做个一个贡献，给他们一个掌声。那其实来讲的话，水利来讲话也是一样的意思，其实会不会下雨，老天爷的一个脸色。所以来讲话，水库有没有水，其实老天爷，我们只能节约用水这方面来讲话去做一个改善。当然来讲话，你还记得吗？我跟你分享过合基1618，合基国际铜价三月回升$9200以上，加上台电强韧电网计划，让营收成长。4月19号的时候，合基涨停板。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合基1618。OK， 它今天回档修正的，没有错。我跟你分享在这边地方，各位往上涨的时候，它回档修正。你如果听我节目的话，不知道怎么操作，记得来找我，非常重要。我曾经跟你分享过，股票就是要有买有卖。当你听我节目的时候跑进去 ，OK， 好上去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卖，你可以来找我，这也不错。其实说加入我们 Light， 各位加入我们 Light， 成为永哥的好朋友。那 Light 怎么加呢？各位，我们的荧幕的右下角有一个 QR code， 加它成为永哥的好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有什么讯息可以传给我们，我会帮你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基本上来讲，你只要在一个多头趋势里面的股票，它能微幅的创高，这就是一个趋势的成型。我跟你讲的非常多次，其实来讲话，我算是比较一个喜欢说，哎，它趋势成型的时候，就知道说它趋势往上走；它趋势往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稍微避开。什么意思呢？我们稍微看一下，譬如说2382广达 ，OK， 好，这是老 AI， 各位，它到290几的时候来讲话，如果你们这时候没有做一个转折卖掉的时候，它就往下慢慢跌，慢慢跌，跌了好几十块钱。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不是说它以前老 AI 结束的时候会不会持续创高，没有错，它这段有创高。那后来就没有了，后来没有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避开这个一个风险性？所以股票来讲话，其实会懂得会卖的才会是一个王道。基本上来讲，在股票在上涨过程之中，大家可能都看得到，但是呢，会卖的才会是老师。为什么？或许在老 AI 的时候，广达这边人家其他它过高，可是隔几天都没有过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要怀疑它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稍微回档的一个收敛整理格局，非常重要。所以来讲话，上次跟你分享过3661的世星 KY。OK， 好，所有转折往上没有错，可是隔天就没有上去了，就大概就是出掉了，所以我们转了一下就出掉了。所以基本上来讲，转折的时候最难的是它有没有一个趋势性。所以我是跟你讲说，续航力非常重要，股票讲的就是续航力。这只股票有续航力的时候，大家会喜欢跟，而且跟的比较久。续航力一年最好的股票叫做华城，在100多块的时候，各位。在续航力往上涨的时候，它的续航力比较强，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续航力才是王道。
我也知道说大家喜欢续航力比较强的股票，可是这是市场决定的，你不知道它涨到哪里，但是它涨到哪里想要出的时候，自然的你就会看得出来，它就是这个地方它可能要稍作休息了。稍作休息的时候，你持股上可以是逢高做调节，不错选择性跟大家持续的追踪。刚才我跟你分享过大亚1609创下近期的新高。其实大亚化四月十号跟你分享过，所谓台电强韧电网计划需求稳定，电力需求增加，股价创下近期的新高1609。OK， 今天也是做拉回了，各位。OK， 好，分享完以后，其实来讲，四月十二号在这个地方分享完以后，创下近期的新高。你不知道怎么卖，可以来找我，非常重要。那为什么跟你分享股票都是这么强势的格局？其实节目一开始我会跟你讲说趋势怎么判断，一个车子的前进跟方向跟马股，它就是改变了这整个趋势的方向。等你这个趋势方向看得懂的时候，其实每档股票其实都是在你的掌握之中。你或许是涨的买的时候点位不会那么漂亮，但是呢，如果它能够持续微幅的往上走的时候，你一定必然可以卖在相对性的高点。基本上来讲话，这个是非常容易。但是来讲话，就是说它要走的时候，你必须要判断说，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进场，这才是重点。所以来讲话，各位，当时我大家跟你分享的时候，在这里分享完以后，它持续的过高，过高来讲话就已经拉回了，没有错，股票一定会拉回。如果你看我节目的话，其实如果不知道怎么操作，拉回了不知道怎么办，其实可以来找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跟你分享过，资金流向决定于强势族群，没有错。强势族群有时候来讲话，其实变来变去，但是大家都会知道说，各位还知道吗？技术分析会失效，为什么会失效？原因我曾经跟你分享过好几个地方，就是说，在一个股票的一个多方趋势而言，你的技术指标可能都是正相关，但是如果它走势进入了收敛整理格局，你的技术分析可能就比较会失效了。所以各位，重点是微笑转折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地方是不会改变的。为什么大亚会涨的时候出现转折的时候往上涨，自然的你就会看得到每档股票真的是往上涨，所以你不用我说，你大概也看得出来说，这股票有没有延续性非常重要。基本上延续性的话，就是由市场去决定，绝对不会是我去决定的。基本上来讲，如果市场决定的话，它股票越强的时候，其实就是个比较好的一个切入点，非常重要。所以来讲话，各位，如果你有以下的需求，欢迎来找我。第一个，股票套牢者来找我；第二个，你的投顾老师不理你来找我；一档股票赚三成，三档股票赚一倍，短时间标股获利来找我。我在讲，现在标股来讲会比较少，但是来讲话还是会有标股的权利。你说，当标股来看，你必须要有勇气，你要有行动力，才能做一个标股的动作。其实我跟你分享的大亚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勇气、行动力，买到完以后，它往上涨。涨了四天，几乎快三根涨停板，你都可以赚得到。所以我跟你说过，其实你要勇气，你要行动力。当一个股票的多方趋势来讲，它如果形成趋势成型的时候，在量价配合之间，它自然的它就会有涨升的空间，这非常重要。那把你的停损点设好，或许有时候停损点设的不好的时候，它会跌破的时候，你就说稍微停损一下，其实也是有可能性的。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其实每次的地方说黑夜来临的时候就是黎明，各位，震荡之后将会是趋势。所以我跟你分享过，震荡之后将会去趋势。如果听懂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整个趋势成型你就看得懂了。什么意思呢？一个股票在涨跌过程之中，它会进入个震荡整理，上去完以后就是一个趋势的走势。然后我们看一下1519的华晨也是一样的意思。OK， 好，这边震荡完以后就是一个趋势，它稍微往后回档修正整理，做收敛整理格局。所以我曾经有跟你说过，如果你来拿其实目标价的时候，其实我都跟你讲得非常清楚，你可以稍微做调节一下，非常重要。而且我跟你说过，会调节才是好的老师。基本上来讲，你不要越喊越高的时候，其实不知道怎么调节。但是我跟你说过，华融也知道，四月九号受惠台电强韧电网计划，台电价调涨，目前产能满载，非常重要。1608，好，他今天也说拉回了，各位。跟你分享，我还是持续的过高，所以我有跟你说过，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欢迎来找我，非常重要。那股票来讲话，其实它只要能够维系它多方格式格局的时候，自然的它就会微幅的创高。当然你还记得吗？我那时候跟你分享过，红黄单旗开，围绕都更呼声起，花莲强震后112处建筑物遭列管。我跟你分享过，四月十号是国建，受惠新青年房贷政策刺激刚性需求，新案完工交屋高峰有势比完工达127亿元，2501，我们看一下这边
今天来讲话还是创下近期这个小小新高，所以来讲话还是创下近期的新高，没有错，四月十号跟你分享的 ，OK， 好，在这里面跟你分享 ，OK， 它也走得蛮慢的，那今天来讲话还是持续的过高，所以国建的话7.49%，好，当时我跟你前几天有跟你分享过，哎。四月十八号跟你分享说，哎，银建股中的华固，各位，华固来讲话，四月十八号跟你分享完以后，华固今天来讲创下近期的新高。地震后都更山西浮现，由于全台超过30年有500万的户，随着大都更来临的话，有机会在一个都更行情化持续的微幅的创高2548。OK， 好，十八号跟你分享完以后，还是创下近期的新高。所以各位，你会觉得说，哎，我喊的股票里面很多都是属于一个趋势往上走的股票。为什么趋势往上走呢？基本上来讲，只要趋势微幅的往上走，应该就属于一个多方行情。所以多方行情的时候，记得说，哎，投资是一种思维，要勇气，要行动力才会成功。但是我必须跟你说，大盘现在在做收敛整理格局，所以有时候股票来讲话，多跟收敛的时候，你要分得非常清楚，这样办法在台北股市里面操作非常重要。所以各位，现在讲话我们要推出一个持股诊断 ，OK？ 大盘呢，各位，大盘你还知道吗？跌了快接1600多点的。我当时在这边有提出，哎，持股诊断，你有任何持股上的问题，可以欢迎来找我，非常重要。你可以把你的股票的代号、股民、买入价格、张数来跟我讲，我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非常重要。以上就是我的分析，也谢谢大家收看，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